这一位要进行表演的是来自于世界一流战队的春林，请看 VCR。我多喝点枸杞子养生的。琳琳，吃饭啦。对，我妈来了，今年终于来现场看我总决赛了。去年总决赛是在家里面看的，她说妈妈你上回没来总决赛现场，我这次一定要让你来总决赛现场，而且他说那张票很值钱的。我说我那我要去。李诺，给你看个那个什么，我在老家拍的那个，我们舅舅舅妈，我们庆祝你进入决赛的那个画面。李丽，舅妈祝你。比赛夺冠啊，加油。这么严肃吗？哎，怎么这开头有点瘆得慌呢？这不是他们等着我那什么，我说等我手势，感觉我好像犯啥错误了。慢慢去实现，不用着急，慢慢来，稳当的啊。李春林，祝你事业有成，争取获得一个好名次。李春林，加油。谢谢舅妈、舅舅、大姨父、大姨。好的。那你有信心说这次的作品会比 Tonight 好吗？我也不是想拿我自己的作品去比我自己的作品，只是我作为舞者自身，今年的我一定会比去年的我更好。我们会把那个19号到21号是整体的队形加整体的框架，从22号到24号的时候呢是开头我会敲定，然后大概是24号截止。我们所有东西都搞定了，因为我要会录一个 demo 版的视频。哎，妈妈，你好，这是我妈妈，这是我妈妈。哎呀，啊，这都是你的帮助小伙伴。对对对。哎呀，帅不帅？帅。你带着买的苹果。谢谢阿姨。我觉得舞台在这儿，小伙伴们在这儿，妈妈在这儿，然后音乐也在，我觉得就享受它就可以了。春林，放开跳，妈妈在现场陪你呢。有请刘宪华队长一句话推荐作品。大家小时候看电视，没有想过成为电视里的角色吗？春林有想过，同时也找到他最爱的东西。大家请看，接下来有请世界一流战队春林带来总决赛作品 Cheating on You。Okay.
谢谢，谢谢春玲。接下来有请现场投票权的164位评委，在我倒数之后做出选择。如果您喜欢这个作品，请将您手中的蓝色毛巾，请确认是蓝色毛巾扔向舞台；不喜欢则不投票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请投票。好的，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开始计票。接下来请各位移步到我们的采访区来接受采访，有请。欢迎春玲和我们帮跳的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的采访区。我们依然先来问一下我们的队长刘宪华队长，世界一流的队长刘队长，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呈现的最后一支决赛的作品了，压轴登场。呜，真的，哇，春玲你让我骄傲了，真的太棒了。哇，你的刚刚春玲的舞台就是那种舞台，最让我惊讶的是我在看她的舞台，我没有在想舞蹈，没有在想动作，我只是在专心到你，就是她每一个动作，每一个手指，每一个那个，哎呦，我不是这个用词来解释不了，那是太，我有点专心到我有一点害羞，那个太厉害了，那个感觉。然后我觉得这种 style 只有你能做，这个舞台真的太棒了，是不是大家？哇，真的太棒了你！就是刚刚的那个氛围感啊，让我们每个人都沉浸进去。那个小动作，你可以再来一次吗？那个刚刚那个。哎呦我有点不好意思去看啊，但是我看完这个我这成为他的粉丝了。哎，一会儿可以跟你拍个照吗？我甚至都还记得春玲在第三季上热搜的关键词就是春玲好会扭，这一季感觉越来越会扭，博哥是不是？哦，确实是，真的，那每一个手指啊，对，没有，刚才其实这个感触是一样的。前面的编排也好，进入到那个机器里边，然后整个打开一个世界，然后在那个世界里边，其实这中间有一段时间，其实有的时候刚才看其他选手，有的时候你在等技巧，你在看他的大招，你看有什么东西，但刚才看他中间有一段表演的时候我忘了，我享受进去了啊，他的律动，他的这个，哎，很棒很棒很棒，很好。那王一博队长也是见证过春玲两季决赛作品的队长，点评一下这一季的这个作品好不好？特别棒。其实春玲哥也帮我编过舞，我的那个有一套白西装的舞也是春玲哥跟 Flanky 一起帮我编的，所以我一直很喜欢他的风格。对的。那我们让春玲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决赛作品。我们看到也把上一季的 Tonight 放在了那个开头的部分，整个的这个构思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。其实就是因为去年嘛，大家通过 Tonight 认识了我，然后有很多很多人认识了我，然后我也想说，身为我舞者本身的李春玲也想进步一点点，所以说呢，今年呢就又来了一次，然后就是说也希望自己能挑战一下，就是每一年就是坚持自己的风格来一个续作，然后这样呢也算完成一个本年的一个任务清单，这样。对，然后我今天这个打扮也挺有意义的，就是我里面穿了一个白色衬衫，
就是白色衬衫就是我的幸运战袍嘛，然后也代表着我的风格。然后这件白色衬衫呢很有意义的，就是我记得小黑屋的时候是艺兴队长送我的那一件白色衬衫，对，然后对，然后同时呢也是今天我的脸嘛，然后黑人队长也送我的那个祛痘神器，然后我也在一直在用，然后就是希望能今年变得比去年帅那么一点点。对对对，大家今天春林有没有白一点啊？好白哦，像一个哎，像一个白蛋一样哎，哇，我的白蛋。这段播出大家肯定都想问，到底送的是哪个祛痘神器？我们也特别的谢谢春林啊，给我们贡献了我们决赛14支作品的最后一支。我们也谢谢帮跳的各位舞者，我们先请两位帮跳的嘉宾稍作休息，春林请留在舞台。毫无悬念，我们要上来的依然是乔治同学。来，有请乔治。